大哥能家的生活听方了哦。钱不是问题，重点是我来给钱。你好了吗？这些笨蛋，我更危了。哦，快点，这个是金打金色的物件，继续。爸爸先不要，不拍个微笑啊。来这个，你想什么脏啊？我想要我开车落去，想看卖未来路，变个行。啊！那你要推销皮包杯？没，那就是啊。你吃过好多杯。你这个也要？没演技。推销皮包杯，你吃过好多杯。你学会了吗？啊！你快点回来啦！我准备回你好口。我那个门关起来，他就哦啊哦，张姐好累啊。